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天气终于放晴了哈，今天做个比较爽口的菜，口水牛蛙，香辣过瘾，馋得流口水。开干，准备牛蛙，1750克，不用算了哈，就是7只。先洗一番菜，把牛蛙剁成小块块。再把牛蛙腌制哈，放点盐巴、料酒、胡椒粉，左手搅拌均匀，最后再放入玉米淀粉，腌制10分钟。配菜准备黄瓜一条，切成条条。准备点辅料，姜蒜切成颗颗。再切点蒜蓉，浇油再用。再切两个泡椒，增加风味。切成菱形片。再切点青红椒，配色用。再准备两根水煮笋，切成段。点酒，要再看看。锅烧宽油，这是混合油。油温370度，下入牛蛙。再2分钟就可以了哈，捞出来备用。这个流程叫过哈油，锅留底油，放入姜蒜泡椒，放入豆瓣酱，炒香以后加入清水。加入笋子，再放入鸡精、白糖、盐巴调味。水开以后，再下入黄瓜。黄瓜大概煮个50秒就可以了哈，保持清脆和脆香。捞出来垫底，再下入牛蛙。牛蛙下锅以后就烧个7到8分钟哈，一定要把它煮熟。起锅之前再放点藤椒油哈，只需要一点点哈，不然盖住这个味道的。要得了，起锅。再撒上青椒圈、蒜末，再撒点干海椒，九成油温浇油，最后葱花收尾。这样一份香气四溢的口水牛蛙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口水牛蛙，我厚几点皮哦，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妹儿的马起，来哟，我亲哦，要得看看，怎么推了嘛你？让它嫩啊！嗯，所以我那个就有这个目的哈，让它嫩哈。它生着，它生着什么呢？生着黄瓜，黄瓜你来弄一下。就是现在下半年有上半年东西卖，哦，上半年有下半年东西卖。乱了啊！嗯，真乱加了点。这是大棚出来了嘛？像你冬天都想吃点有啥子啥子菜，人家大棚出来可以坚决噻。现在包谷就行嘛，那儿嗯，这儿包谷好像7块钱，一个因为我是没照着天气的，嗯，你大棚的肯定没来这个应急数量的噻，嗯，那不是这个科技带这个发展的，现在想吃玉米那儿的噻，是干包谷，那不知道的，嗯。嗯，那泡椒好吃。非常的酸爽啊，好像咋事我牛蛙也吃了就是说我其他都买过去的，这个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，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付老师喜欢我们，我倒霉，我倒霉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拜拜。